让我听听，谁喊的老婆最让我上头呢？Vamos volando. Xia Tian. 嗯。我们分手吧。好啊，我昨天不小心看到美团给你发的消息。他提醒你给一个电影评分，是一个爱情电影，你买了两张票。我又看了一下购票的时间和我那个时候给你发的微信，我说在干嘛，你说在午休，醒了找我。也没有错，只是不爱我。什么东西是永久的，当初握得再紧我还不是松手了，一起买的漱口杯一个人有。 Even nothing about you, about you. Love me, love me, say that you love me. Fool me, fool me. Oh, how you do.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，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像一个融化的糖果，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。 If I can, if I can, if I can, if I can。今天我准备来挑战一下高难度动作，准备变身。I used to be so beautiful, now look at me. My actions are unbeautiful, it's clear to see. 看看我能不能挑战成功，准备开始。我要开始挑战了。最近真的是爱上了原生视频，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一下怎样修复敏感肌肤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天生的超级敏感的皮肤，就在几年前的话，我是
太阳晒也会红，然后冬天进到暖气的房间也会红，然后跟人家说话有一点点紧张的话也是会脸红的，这脸一红的话真的是超级尴尬，知道吗？那我现在经过不懈的努力呢，真的是改善了非常的多。就是主要就是你要少化妆，然后少用洗面奶，去角质的话我真的是十几年都没有去过了。然后呢我还找到了一款好的产品，就可以修复你的角质层，是舒淇代言的理肤泉的安心霜，你看一下我的囤货就知道，这么多，真的是全套我都用，希望可以帮到有同样困扰的姐妹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Everybody wants to love.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. Oh.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游戏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。I don't wanna be so sure.世界上的人家